其实呢哈，为了迎合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啊，噪音乐工会策划并组织了本次以学校课堂生活为主题的活动。不论你是已经离开了校园很久的社会人，还是在校的学生，这段校园的时光呢，都会是人生当中最为宝贵的篇章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校园时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，但其中都会有很多地方能够吸引大家共鸣的。比如说排得满满的课程表啊，你们就是上学的时候回忆最深的都有什么，是不是黑板上满满的课程表啊，堆得高高的书本啊，老师留了就是很多你回家就是熬到一通宵都做不完的作业，是不是做不完第二天揍你啊，还有考试不及格回家挨爸妈揍，不及格挨老师吃的，考及格了之后差一分没满分回家还得挨爸妈说一顿，是不是这都是很多的共鸣。以及鬼妹们出版就是说，你一般上学的时候，你看就像西医上的他们玩手机，一上学的时候玩手机，那教班主任就嘎就这样，其实都是很多的共鸣，真的我觉得非常好。是还有那个深藏在心底偶尔换年级啊，但是换年级但是呢不换同桌永远那个同桌的你。噪音乐工会通过本次活动呢，带领旗下的艺人开始步入直播校园，与大家再一次重温那些美好的时光。不仅如此，本次噪音乐趣味课堂活动有别于正常的学校课堂，在趣味中感受校园类以及心底们最深处被封藏的懵懂的回忆。他们不仅和我们有着一样校园的时光，在音乐成长的道路上，他们更是经历了中国好声音、中国最强音以及中国好歌曲的课堂，并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。没错，今天出席梦想当然噪音乐课堂的艺人就是首先第一位张歆艺，吸水。